上次我也有参与第一次冠军，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悦。只是这一届我们有很多人受伤，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的认真，夙夜匪懈。然后也谢谢球队的幕后有球经，有各位 OB， 有教练，各位物质的帮忙。然后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年多了一个南洋理工大学，那这就是为这个比赛多加了一个变数，突然多一个完全没看过的球风，让这个比赛更多元，真的是一个很新的刺激。所以非常谢谢那个杜院长，让这场比赛从国内变成国际。It's been great. This Yuen Kung Cup, we want to come here and try and learn, try and experience what Taipei rugby is like, especially on the university level. So it's re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down here in Taiwan to compete against all these great teams. Being the only Singaporean team here, I thought we still did a pretty good display. And yeah,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overseas tournament, especially in Taipei. うれしいです。自分らのチームはまだ日本で試合したことしかなくて、今いる世代の人たちは日本でしか試合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こんないいスタジアムで試合できたことはとても光栄だと思います。はい、来年も参加して優勝したいです。其实他们很多细腻度都很好，基本都是放球啊，然后防守、塔库，都相对台湾好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在练习这些基本功，因为基本功好，你才有办法延伸更多的动作。那其实也是算互相切磋，提升我们自己台湾的技术，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的可能国际赛的比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很谢谢杜院长办这个活动，因为我是第一届的北一的学生，那我们第一次拿冠军也是袁坤杯，就是有袁坤杯，所以才让我们整个气势燃起。那我们就是赢下第一届袁坤杯，我们才可以到三连霸，可是直接很可惜输掉，但没关系，我们就是卷土重来，再来过，明年再希望可以再拿到一次的冠军，那我们再连霸下去。